他如果要脱皮机，你们肯定很容易联想到什么？那你脱皮需要把这个水分降到4%以下，那你怎么做？是晒啊，还是烘烤啊？烘烤就需要烘烤机是吧？那你做完了之后怎么加工啊？是直接卖米啊，还是再去研磨啊？那就要卖磨匠。这些东西呢，就是说一连串的，提供给客户了。一看啊，客户觉得啊，你在这个领域非常专业。啊，你们那肯定是在这一方面呢。啊，我前后的东西都是。现在就是这样，现在就工地。嗯。现在就是。